你有看过仙道吗？仙道你有看过仙道呀？仙道的少仙要别打。别唱盘，那种 DJ 那种我们录的啦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讲，那种我跟你讲，我们讲别唱刚刚那一首，然后就放其他那个女的出来唱哦，那个外面在唱的。会加分吗？陈总？会会，会加分，我就在考你们。没有，我们第一轮背对唱就好，第一个手的手出来就好。我们先笑一下。对呀，先把那句话，这你跳，你跳那个抖音的，他们要跳那个。你有感觉你的身拖穿一半无啊？可以，就这样子。我看你两个一步一步。好，好了，重来，重来哦。啊，等一下，说这个，等一下，你先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重讲，重讲，重讲。先讲一次。先讲一次。来，这个布拉有没有？你们有一个出场顺序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你就先背对，就他们两个跳就好了。跳哪一首？对，但是你们要告诉我要跳到哪里，我们要先把它切断。之后，你大概要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要换你的哦。切断之后，音乐一下，你的那个内裤就出现了。Thank you.